在这一边呢，告诉我12 3y 加2跟 5y 减 x 是 three consecutive term in AP，它是 arithmetic progression。这个是我的 first term、second term、third term。OK，我们知道 AP 呢，它的 DE 会是等于 D2。OK，它的 common difference 会是一样的，所以我的 3y 加2减12会是等于我的 5y 减 x 减掉 3y 加2。OK，然后我直接把我的这个整个 3y 加2搬过去那边，这个是2搬过来，所以我这一边我就有 6y 加 4，OK，等于 5y 减 x 加 12，OK，它 3y 加 3y 2加2这样减搬过去变成加了，OK。好，所以我现在要的是 y in term of x，我要 y in term of x 的话，我把 y 搬过来，这个搬过去。其实刚刚的这一个，你可以做另一种方式，就是你把它展开，然后再把 y 搬去一边。然后我这个方法是比较快的方法啦，所以我就有 y 等于，然后12减4就会8减 x，OK，这个就是我的答案啦。然后他说，他叫你找它的 common difference。然后，如果它的那个 x 等于3的话，so 我的 x 等于3的时候呢，我的 x 等于3，然后我的 y 会是等于8减3等于5，所以它是12逗号35加2，然后它这一个是18，没有11，然后过后呢5525减3。就22，所以我在这一边呢，我的 d 会是等于17减12，我拿到是5哦，或者是我的 d 是等于22减17也等于5哦，然后就是这样而已啊，所以这个是我的 b 的部分，OK，所以我的 d 会是等于5，嗯。